现在关心台风的消息，中度台风马娃今天凌晨的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730公里的海面上，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的方向前进。原本各国的预测模式比较分歧，但是现在变得统一了，预估呢会先朝西北方向之后移动之后再北转，而今天跟明天影响台湾是最关键的。中央气象局指出，预计今天下半天到后天的清晨有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，而今天最主要呢还是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影响之下，在大台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，其他地区基本上还是多云到晴。到午后呢，南部跟其他地区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。至于气温方面，各地低温在23到25度，白天呢东半部高温大约29到32度，到西半部呢普遍都会来到33到35度。今天气象局也针对了包括新竹县、还有苗栗县、台南市以及高雄市的近山区部分，都发布了高温黄色灯号，这些地区呢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。再来看到这周的天气走向，目前呢马娃台风预计会在东边慢慢绕，从周二开始到周五呢台风是最接近台湾的。周二到周四宜兰花莲容易有阵雨跟局部大雨，北部跟东南部也有间歇的雨势，至于南部跟中部山区呢则是局部雷阵雨。再来看到周五持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呢，包括了北部跟东北部容易有短暂阵雨，要特别留意呢北部山区会有较大的雨势。小丁宁就提醒大家了，今天西部高温东部雨，沿海呢要开始严防强风长浪，至于台风最新动态会持续的变动，请您要随时的关注了。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，将撼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